师傅，您都把我叫过来半天了，到底要说什么呀？你随我学医十八年，也到了你该下山的。终于要下山了，师傅，我这就收拾东西。下山后到秦城，给白家当上门。上门？女婿？当年捡你时和白家定，照做就行。你们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是吧？ 你跟我们白家是什么地方呀？就凭一份不知真假的兴趣想入赘我们白家，简直是做梦！我不可能嫁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，况且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种事情！你赶紧走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师傅是不会说谎的。我听父亲说过，师傅是有这回事。爸。 喂，家主，大事不好，孔鼎他，那不行，怎么回事？孔鼎龙突发多器官衰竭，已经抢救20多分钟了，还没抢救过来。爸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不行啊！孔鼎龙可是京城资产上百亿的大佬，要是在我们白家出了什么事，我们白家肯定会遭到孔家报复，到时候就死定了。他们是干什么吃的？之前不是说能骂人就活吗？ 废话，然后就给他看。这事不要学下去。哎，你怎么跟赖皮狗似的？我们呀，现在没时间搭理你，你该滚哪去。我跟师傅学艺十八年，我想在那跟着吧。记住，不许乱说乱做。 家主到底怎么了？他有什么事儿？你们都得跟着陪葬。我们已经尽力在抢救了，你们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你们来之前，家主还好，现在就成这样，我看到你们害的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要是把他救回来，你们就别想出这个门。老爷子年纪太大了，再加上精神疾病特别多，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。以老爷子身体状况，能坚持到现在已经不错了。我看你们就找死，住手！ 住手！真是多管闲事，自讨苦吃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来指使我？我告诉你，想要救你爸，就别在这儿多事。你给我闭嘴！何家，我是白家家主，今天特意是来救你们老爷子的。白家家主是吧？我爹今天要是有三长两。 你们白家就死定了！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把功劳救回来的。功劳现在人在别人。哎，你干嘛？进去捣乱！院长，你总算是来了。雪莹，你快来看看，还有希望吗？ 哇，你进来干什么？出去！你能叫人，让我试试。不好，老爷子被心跳了，他好像已经不行了。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如果治好了，皆大欢喜；如果治不好，就把事情都推到他身上。你给我出去，别碰我爸！您进来干嘛？别影响我们治疗。他也算个医生。 是啊，他就是医生。不是，我看你自己治不好，随便找了个替死鬼吧。我警告你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要治。畜生，他敢丢我当什么面子？其他人都出去，没人管。快带他出去！太好了，先出去，别影响治疗啊！醒醒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站着别动就好。 这人居然想用针法来救人，太天方夜谭了吧！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你没事吧？是，休息会儿就好。他已经治好了吗？基本没问题了，过一会儿就能起来。
你先出去，等下他们俩吵架。怎么样，孔老救回来没有？看他那样子，肯定没救回来。你们今天就别走了。谁说的？孔老就救回来了。要敢骗我，你死定了。真的假的呀？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？ 妈，你别少说两句呗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啊，你还真把他当你老公了？我问你，我爸为什么还没醒？啊，我就说呢吧，这小子呀，他没那本事。龚先生，孔老的状态正在好转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全面恢复。你别扯那些没用的，我要把现在就醒。再不出半个小时，你命就不行。我再等你半个小时，你给他陪葬。 哎，孔老醒了！太好了，孔老醒了！你说，哼，那是你运气好罢了。要是没有我们家雪莹帮忙，你能治好吗？妈，你就别说了，这次我没有帮忙。哎呀，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！哎呀，孔先生言重了，这手应该做。这次孔老的病多亏了雪莹，你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他呀？ 我可没看见他救人啊！你行了，雪儿，不说了，待会回去休息吧。想让我感谢他，做梦。孔少，你说的对，以后呀，医院还全仰仗您了。小事，等我把病好了，肯定投资你们医院。谢谢孔先生，谢谢。哎呦，孔老，谁把我的命救回来了？孔老。 是我的女儿呀，把您给治好的。是呀，是。我当面感谢她。我女儿已经回家休息了，孔老，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啊。我这寸步痛啊，别浪费我愣着干嘛？赶紧看病呀！孔少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孔老治好的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院长。 老爷子身体怎么有问题啊？一少放屁都成这样，你说没问题？赶紧，坐我手，赶紧送卧室。哎哎，爸，你别吓我呀，爸！我爸要是出什么问题，我骂你是问。孔少，你别着急，我女儿雪莹啊，她本事可大了，我现在打电话让她赶紧过来。雪莹，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医院恐怕都完蛋了。你是我老婆吗？ 我帮你是自然的，许阳。其实我并不讨厌你，我只是不喜欢包办婚姻，我想要自由恋爱。许阳，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女儿，你在哪呢？你赶紧回来吧，孔老不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许阳，孔老那边又不行了。孔老的病。 我还留有一阵，我本来想着休息会儿再来救他，没想到就被赶出来了。许阳，孔老的事情我替他们向你道歉，还请你继续回去帮孔老治病。我不要你的道歉，我要他们给我道歉。许阳，你先去救一下孔老吧，我会让我父母向你道歉的。既然老婆都发话了，那我必须得听。行了，你就别贫嘴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 妈，哎呀，雪莹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是不是这小子缠着你呢？妈，雪莹刚才身体消耗太大了，我们已经进来了。管他干什么呢？你来就行了呀。没有雪莹，我病也没治啊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进去吧。你爸也在里边。我需要一个道歉。让我给你道歉。 你色哪根葱呀你？妈，那件事确实是你做的不对，你就跟雪莹道个歉吧。要是孔老出事了，咱们白家都得完蛋。不是你们还有完没完了啊？是不是这就让我爹死，我爹要死，你们就得陪葬。妈，行了行了，我道歉就是了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可以去救人了吧？ 小左警告你，
最好爸爸治好，要不然你等死。院长，匡浩他没事了吧？匡浩他没事了吧？放心吧，回来了还算及时。如果真再晚个10分钟，估计就悬了。那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不需要，继续扶住我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了。 已经治好了，空老，您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空老，您身体里的隐疾已经全部被我消除，但还需要药物调理，我一会儿帮您开个药方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不客气，我帮您叫医生过来，我就先试试。 行，怎么样？孔老已经醒过来了，你们放心吧。你干什么？你赶紧走开啊！你孔少，你干什么？你让开，要不然我连你也打。爸，孔老已经醒过来了，你们放心吧。来，你瞧我小子敢这么对我啊！我就是打死你！我哎，孔少。 徐阳为你们家做了这么多，你居然还想动手？他要说不出来话啊，我今儿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你让开，要不然我连你也打。你干什么？你赶紧走开啊！你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徐阳为了咱们家医院做了这么多。徐阳，你没事吧？孔少，你干什么？我打他，哥，我今儿不仅要保你，我还要废了他，让他成为真正的废物。哎。 你干什么？你真的太厉害了！我能相信我能救死者吗？你就别再闹！我是为了保他的命啊！王立行，自己认真就是你。你真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情查清楚。哎，我没有啊，不是我，不是。我绝不允许你碰我老公一下！朱兰打水。 一场空吗？很快，这里便只会有白石。你到底和我八仙密谋什么呀？你就是许儿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我需要你帮我办件事。又是一朵鲜花，他待了一年，你就当下去了，他就痛苦不已。你少在这祸害我女儿。 爸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你给我过来！爸，你说，不是，爸，你打我干嘛？这么些人揍你，竟然对他下毒手揍他！爸，他哪有那本事？他的运气好，你别让他骗了呀！你赶快给他赔礼道歉！不是，爸，你让我给这个废物道歉，你不要气死我！你要不给他道歉。 咱就断绝父子关系。对不起，孔老，您这几天要多注意休息，过两天就能恢复。方便，留点医方是，以后有什么事我请教你。您以后就联系雪姨就行。他居然把结交孔老的机会让给我了。孔少，你觉得？ 我们家雪莹怎么样？行，事成之后肯定不会亏待你。白小姐可否给我交换一个联系方式？啊，雪莹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孔老呀，等你回话了。不知道白小姐可否
你我就换一个联系方式。愿意，愿意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好，孔老，那我父亲回去先休息吧。你们这个医院真不错，小杨，你们可以了解。好，先休息。沈阳，我们回家吧，我想休息一下。 许阳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啊，孔少，你觉得我们家许阳怎么样？你要是看得上我们家许阳，那我给你撮合一下。这许阳不是再有白雪姐吗？我把他搞到手，正好可以恶心一下许阳。伯母，我确实对许阳有点意思。啊，孔少，只要你有这个心就行了。 剩下的交给我就好了。行，事成之后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3个亿，哈哈。以后呢，就是白家的人了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不要脸吗？你还真来到我们家了。妈，我已经入赘白家，以后呢，就是白家的人。妈。 你别这么说，要不是许阳，咱们今天都完蛋了。他还不是运气好。之前你爸跟那主治大夫呀，都抢救了那么久，他一进去就好了。他有那么厉害吗？妈，你别这么说。嗯，你们，哎，你怎么那么高兴啊？你们猜猜，今天孔老都跟我聊了什么？他要给我们医院投资了。投资？ 投资多少？3个亿！哈哈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医院岂不是起死回生了？当然了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白家呀，要走出困境了。你赶紧给我滚！五分热，不是不会走。对，许阳不能走，而且还要在我们医院运行呢。百万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竟然让他！ 在医院任职，妈呀！冯老投给我们医院的一个条件就是，许阳必须在医院任职。我马上答应你们俩的婚约。以许阳的本事，在医院任职是绰绰有余的。 是啊，许阳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马上答应你们俩的婚约。我不能让师傅失望，必须要当好这个女婿。行，确定。你现在有学习资格证，可以在医院呢，也做一名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给我等着吧，你这小子好过。许莹是要嫁给孔帅，而不是嫁给废物。 行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哈。先去吧，你们自己熟悉。这不是这家，就是不在一个赘婿，因为吃了饭，要是来钱，他们就结。哎，你叫许阳是吧？ 去外面给我把录音键复印一下。这不是有录音机吗？这儿的录音机坏了，去外面跑一趟呗。啊，好困呀！娘在这里，你们给我好好刁难叔伯呀！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不长眼的东西！ 哎，工作，我就是三个朋友。干什么呢？不长眼的东西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许阳在这里，最好不准走。到年底了。放心吧，刘总，这事儿我来定吧。
哎，老，以后这办公室的脏活累活，你全给我干。这是你要的工资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的拿错文件了，去，把这个再复印一份。 这次你拿错了。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你要不想干的话，可以给我滚蛋。就是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。让你干点活还不乐意，专要你来干嘛？直接给人看病吗？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治好肿瘤的病，顶多就是他运气。陈医生，咳嗽小半年。治好肿瘤的病。 你们不要因为许阳是刚来的就欺负他，王炳龙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如果他都没用的话，你们又算什么？有这样的妻子，我在这受点委屈又犯什么？我一定要好好守护他。这病顶多就是他运气。就是，而且先前医院长和主治医生都已经治过，而且白医生还跟他下手，这要很久，我也难受。 又是一个吃软饭的赘婿，你有什么脸？许阳，以后他们再敢说你，你就和我说。许阳，其实没关系，只要我能留在这里陪着你就行。那也不行，他们这么针对你，我实在不行，我就把你调来我的办公室。陈医生，咳嗽找到你了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有一个病房的病人突然昏厥，需要抢救。什么？在哪儿？快带我过去。我也得跟上。 这就是治好肿瘤的病，那什么了？究竟是运气还是怎么回事？我得好好的了解一下。病人心跳微弱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必须马上送去抢救室。白医生，病人心跳停止了。医生，赶快来看看，刚才还好好的，这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你赶快来看，我来看看。 病人心跳微弱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必须马上送去抢救室。白医生，抢救直升机爆满了，没有空余地方的病人用了，给我把设备拖过来，我在这抢救。好。白医生，医生，快把镇定剂给我。好。 白医生，病人心跳停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你害死了我家人，你害死了我家人呐！你真的太厉害了。我能救。是你害死了我家人，你害死了我家人呐！谁说他死了？ 你以为我眼睛瞎了？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，他死了。我能救。沈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许阳，你真的有办法？没有办法，你们这些人都先出去，人留下来就行。不行，我不放心。白医生，他也是实习医生，我们相信你。放心吧，你们都先出去，出了事我全权负责。 我以前一直以为中医没落了，现在看来是我才疏学浅了。应该是氨气充血导致的氨气发作，心肺复苏使他的病症更加严重，才导致心脏骤停。我现在已经把他氨气化解。许阳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这是我们做医生的本分。真的吗？ 那你要说话算数。许阳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不是我厉害，而是咱们中医博大精深。要不是我爸干预，其实我也是想学中医的。嗯。
你想学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真的吗？那你要说话算数。当然，走，我们先出去吧，不让他们再抓起来。 怎么了？我家人怎么了？如果没有救，我跟你们院没完。白医生，我就说实习医生怎么开始的，我要把院长找回来，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能处理。病人已经治好了，估计马上就会进关。治好了？你刚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都见不上你了。多谢两位医生，不然我也以为我也不行了。谢谢。 谢谢你们，我会给你们送锦旗的，也会宣传你们的。没事，这是我们做医生的本分，不用这样了。不行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白寻肯定诬陷到我儿子的名字，到时候下人白家就岂不是又惹百万李家的？我得把这个学校降了。叔叔，真的吗？这里是医院啊。那实习医生，可惜。 徐阳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不是我厉害，而是咱们中医博大精深。要不是我爸干预，其实我也是想学中医的。嗯，你想学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真的吗？那你要说话算数。当然，走，我们先出去吧，不让他们再抓起来。怎么了？我家人怎么了？如果没有救，我跟你们院没完。白医生。 我就说实习医生怎么开始的，我要把院长找回来，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能处理。病人已经治好了，估计马上就会进关。治好了？你刚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都见不上你了。多谢两位医生，不然我也以为我也不行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我会给你们送锦旗的，也会宣传你们的。没事。 这是我们做医生的本分，不用这样了。不行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白雪肯定诬陷到我儿子的名字，到时候下人白家就是，岂不是又惹百万李家的？我得把这个学校降了。叔叔，真的吗？这里是医院啊。那实习医生，可惜。 徐阳，这次啊，多亏了你，否则这个病人啊，肯定是救不回来了。你是我老婆吗？不用跟我讲。这里是医院啊。叔叔，您是来巡视病房的吗？哦，小杨，这位应该是你家找的程序吧？请您说话吧。哎，人不错。那实习医生，可惜。我相信啊，以许阳的本事，很快就能转正的。我这样。 我身边呢，这种帮助，让徐阳能让当重，这样能学点东西，成长更快一点。叔叔，真的吗？他居然没有和其他百家人一样排斥我。当然是真的，就看你老公愿不愿意了。我愿意，愿意就好，自己收拾干净。直接来办公室，方便把咱工作吗？徐阳，我还有点事，就不能陪你一块了。你放心，我一个人可以。 方便，这才待了一天，你就不想下去了？有些人啊，没有真本事，还是早点走了好，省得在医院啊，再把医院的名声搞臭了。 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实习生，现在是住院了。你关心我而已，你尤其是……就是，服了。来了，哎，这里坐。方便，谢谢叔叔。白医生，给我找个病人去换急症，您快去看看。好，知道了，先去。 六号病床的病人，这病可不好治啊！把这小子叫上，可以背锅。徐阳，你跟我一起去吧，我也正好可以帮我。走。
这病人瞳孔溃烂，气息不稳。叔，他的状态很差，应该是突发隐疾，是不是吃什么？他吃了海鲜。叔，他得赶紧治疗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告诉他是真相吧，竟然敢抢我的饭桶！这个当然知道，先到个病人，推到手术室去。现在过去来不及了，我得先复读他的墓穴，保住命再说。你现在才是在耽误抢救时间。都什么年代？ 中医那一套早就落伍了。谁说中医落伍？中医一直都是国粹，只是被人遗忘而已。这一次下山，我就要把中医发扬光大。不是的，叔，我是为了保他的命啊！我得搞清楚他怎么死。我用穴位吊住了对方的命，以白雪莹叔叔的水平。 应该不成问题。如果怎么样了？救回他了。他死了？我还有点疼，如果不是你耽误了一下，错了病人抢救时机，他不死。不是的，叔，我是为了保他的命啊。行，保重了。确实，如果没有血量的拿下，这病人可能都坚持不到救。 我得搞清楚他怎么死的。你还去干什么？死找赔偿，你就别拦道，老子就不翻脸了。哈哈，何王道，你还内疚？等我把这个身体抹上去，就乖乖的给我滚出这医院吧。这可是出了人命了。好，我保证调查清楚。太过分了。 这个血压太过分了！爸，怎么了？我还外面就听到你的声音了。你看，我费用干了好事。许阳错过病人最佳抢救时间，致病人死亡，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，这怎么可能？许阳，难道你信不过我？这小子当着我的面阻止我去抢救时，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要亲自去交好，不然冯老那里也不许交代啊。这冯老点名让我留下许阳，第一天上班就开除他，确实不太好。子怡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吧。好，我保证调查清楚，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大哥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，这可是出了人命了。行了，我就别说了。 现在跟我去，安抚一下病人家属，好吗？我这叔叔怎么这么着急为雪莉彩礼？难不成他们有什么矛盾？你要把我医院赔偿！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什么死的？ 怎么死的？还不是被你们这些黑心人士害死的！今天你要不是给我个交代，我跟你没完！只要我查清楚他死因，我一定替你们解决。雪阳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闹够了！我就是想查查他死因究竟是什么。你想知道他是谁？就是因为你耽误了病人的抢救时间，那病人才会死的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害死我的家人，我要你偿命！ 您先别激动，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，怎么没调查清楚？我要让你们医院赔偿。您放心，如果是我们的责任，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雪，你没事吧？雪阳，你得帮我干嘛？我都激动了，拿来我看看。说的没错吧？任务究竟是怎么死？雪阳，你要干什么？帮我。 你干什么？他都死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您先别激动，他肯定是有些事情要确定一下。
还是活了，死者为大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会骂我，那医院给弄垮的。任务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报告了，最佳抢救时间啊！你确定吗？我都检查过了，虽然抢救时间有限，但我提前封住了病人的隐疾。如果操作得当，绝对能救。你懂什么？一个人实习生敢在这里叫我怎么治病？其实是你在做手术时切到了病人的大动脉，引发的右倾。你死我说的没错吧，白主任？ 这次手术是你主刀的吧？手术记录呢？拿来我看看。不许走，他不许走，还没赔偿我损失。这确实没问题啊！你一个吃里扒外的账。叔，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？白主任，你也是老医生，许阳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当然不是，院长。算了。 这确实没问题啊！我的判断绝对不会错，这家伙肯定是把记录修改，哪怕最后真的查出来，他也完全可以推到别人身上。爸，我相信许阳，他绝对不会乱说的。许阳，你一个吃里扒外的家伙，竟然帮了一个外人，咱们出去说说，再说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了，这里是病房，你要想出去查去。许阳，现在想出去。不许走，他不许走，还没赔偿我损失。 你放心，我留下来给你谈赔偿的问题。我要求医院赔偿我100万，并且刚才那医生需要在网上公开道歉。要身份没身份，希望你能理解。那你能够的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赔偿100万，这肯定不现实。 你可以到网上去了解一下，实在不行也只能打官司，让法院来处理这个事情。那你能给我多少？我会让人专门根据情况进行计算，到时候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复。那第二个道歉呢？这样吧，到时候赔偿金我额外给你加10万。至于道歉嘛，医院刚起步，这样做对我们的声誉不好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本来这个家伙就快不行了，现在还能赚上一笔。 行吧，那我请我们勉为其难答应吧。哥，你为什么要给那个许阳擦屁股？直接把他开除不就完？除，除非他许阳自己走，否则不能开除。为什么？他不就是个废物赘婿吗？要身份没身份。你知道吗？冯鼎龙之所以能投资我们医院，都是因为许阳。 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许阳拿小子，继续留在医院。夺了我和儿子在白家的地位。许阳，给来了，都过来吃饭，特意在食堂给你带的。老乡啊，老婆，谢谢你。谁是你老婆？我这是看在你我同事一场才给你打的。许阳，快点！ 急诊室来了一个不调我血的病人，快让他跟我走！我急什么呀？这不，有血！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许阳拿小子，继续留在医院，夺了我和儿子在白家的地位。什么呀？给我站住！白医生，你叫我们？对啊，快！ 白医生，您放心，这些尸体我们一定做好，让那小子。许阳，给来了，都过来吃饭，特意在食堂给你带的。
行了，老婆，谢谢你。谁是你老婆？我这是看在你我同事一场才给你拿的。徐阳，快点！急诊室来了一个不挑我选的病人，快点跟我走。我知道了。石头，有血。这叫不流血！少废话，赶紧救人！飞燕战士说了，一定要保住他的双腿，不能留下任何后遗症。腿已经断了，怎么可能不留下后遗症？这我不管，飞燕家属就是这么说的。飞飞，我推进手术室。喂，老婆。照顾就行，那怎么开刀？我们这里一个人。那去解释，得赶紧解释，要不然他的手上甚至可能大出血。笑死你！还好手术及时，这条腿算是保住了。你到底从哪学来的医术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没有看错。说，什么事儿？说什么事儿？院长，那个双腿被截断的病人许阳不仅保住了他的命，还把他的双腿都接上了。我检查过了，双腿神经连接的非常好。不可能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看错，他真的把那个人的双腿都接上了。而且这段时间，不管我们把什么样的疑难杂症扔给许阳，他都能轻松的化解。他现在在病人之间的名气越来越大了，现在好多病人都指名让他看病呢。行，知道了，出去吧。是我小看了他，没想到竟然拥有着比我们更高超的医术。你不是说让那小子自己走吗？所以这段时间，我估计让一些疑难杂症根本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扔给他，他竟然把这些病人的病情捂住，而且还一点一点的让病人好转了。不能让那小子再留在医院，否则的话，这白石医院就变成他许阳的医院了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办法也不是没有。你真的？你只需要这样。你让叔叔停手吧，别再折磨许阳了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看你是误会你叔叔了，他也是为许阳好啊。什么叫为了许阳好？我看分明就是想赶他出去，故意的。雪莹，那毕竟是你叔叔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那小子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看不得大家都这么欺负他。不是就好，这件事我会跟你叔叔好好说的。至于你俩的婚约，我会想办法解除。怎么着，二婶？说吧，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？怎么着，你喜欢我们家雪莹，也想娶她，对吧？这怎么样？难不成你能卖给我？我要是说能，不知道准备怎么报答。你真的？只要不知道听我话，我不但保证你能得到我们家雪莹，还能把许阳那小子狠狠地收拾一顿，让他再也不敢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有意思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只需要这样。你觉得如何？老狐狸，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。你就是许阳，敢做不敢当吗？为什么不能打？哎哎哎，许阳，赶紧起来！这急诊室又来了一个病人，快点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吧。
你就是许阳？是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倒是想要问问你们医院想要干什么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也不能动手打人啊！为什么不能打？我恨不得打死他！我媳妇就是因为他害死的。对，没错，还有我姐姐，还有我妈，都是因为你，不然我妈不会变成残废。我真的不认识，更不认识你们的亲戚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别说你不认识，再敢说一个字，现在就打死你！他的手术确实是我做的，不过手术很成功，根本不像你们说的这样子。怎么？敢做不敢当吗？今天你们不给我敢交代，你们这医院就别想开了！不是他，难道还是我？许航把病人都治死了。我回去了。院长，许航把病人都治死了。你少胡说八道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呢。还查什么查？我媳妇就是因为他害死的，不是他，难道还是我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止啊，还有我妈，原本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就是因为听他的话，不但病情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多亏我及时转院，不然我爷爷就没有了。还有我姐姐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姐姐被你害得这辈子都不能做一个母亲啊？不可能。我的手术和治疗没有任何问题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了？你一个人说谎就算了，现场这么多人在场，难道我们总还来陷害你吗？你们要是不相信，现在就给我去病房里给我姐姐检查，三六房的赵美惠，你们看看，人被你们治成什么样子。你姐姐是赵美惠？你认识？我早上刚去查过房，术后第三天身体上变得越来越虚弱了。这不可能，手术治疗明明没有问题，这段时间你没有遵照医嘱。你什么意思？大家先不要急，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检查清楚。当然有，就是按照你的遗嘱，结果我姐姐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身体还更虚弱了。那你再想想，这段时间有没有吃什么禁忌的东西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是不会给治病，就别在医院当什么医生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们就报警。先别报警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雪阳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院长，我想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检查清楚。还查什么查？就这样的医院，这样的医生，谁还敢把病人往这儿送？我跟你们说，要么把他给开除了，再赔偿我们一大笔钱，不然的话，这件事情和你们没完。雪阳，你都听见了吧？这件事情都是你的责任，你说怎么办？能不能让医院为你背黑锅吧？许阳，你暂时先回去一下。白医生，院长，我确信我的手术没有任何问题。大家先不要急，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，可以吗？不行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一定随便找个人替他来背黑锅？许阳，医院的情况刚刚好些，你不想让医院陷入危机当中。什么意思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谁跟你在演戏啊？老婆，你相信我。要是真的离开了，我还能还自己一个清白吗？要不你先离开医院，等我们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了，一定还你的清白。还乱干什么？安排你妈带走。好了。大家先回吧。什么意思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不是？没有必要再继续演戏。谁跟你在演戏啊？你们医院害得我家人都没有了，以为赶走个医生就能了事？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不想解决问题。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！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入戏太深了。这件事可能有什么误会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我爸和我叔叔就是想争取时间来调查这件事情。老婆，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的手术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当然相信你啊，你有几台手术都是我亲自参与的，要是真有什么问题，我不可能看不出来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调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说的没错。那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去查查那人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去调查其他人。这个是你万无一失的计划，混蛋！你答应了
根据最新消息，最近白石医院出现多起医疗事故，造成多人死亡，多人终身伤害事件。白石医院为了息事宁人，甚至还……这就是你们熬夜做的计划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？哥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些人明明少说那些废话，我不管。马上把这件事给我要处理。我看徐向阳孔老好不容易注入资金，全打水漂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处理。快去。是，院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跟我们之前的约定不一样吗？抱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什么？你也不知道？那些人不是你找的吗？人是我找的，不过不是我亲自找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他们会突然反悔？不，孔少，你这样让我很为难。这我不够管啊！我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，我也将那小子赶出医院。你答应我的事可是孔少，可是混蛋！不是你的问题，你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。哎，来来来，办公这件事情，现在什么感受？你就是许阳，毕业哪个学院？有资格证吗？哎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哎，你不要讲多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不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吗？雪阳，你这边查的怎么样了？我这边调查没有任何问题，瑞恩的姐姐也没有任何异样。你这边查的怎么样了？没有任何进展。你暂时还是别出现在医院了，省得那些病人家属闹事。不行，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。我不想因为我拖累医院。不是你的问题，你承担什么责任啊？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赶紧把真相调查出来。是的。电视上的新闻怎么回事？你误诊了？没有，我很确定手术非常成功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具体什么原因，我还得调查。许阳，虽然可能会很艰难，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师父。我怎么觉得师父话里有话？雪阳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幸亏啊，这伤口不深。雪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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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雪阳。你的伤口我刚给你缝合好。嗯，幸亏啊，这伤口不深，再深几分啊，你恐怕都要进手术室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我一直都和师父生活在深山里，这才刚出山几天，能得罪什么人？没得罪人，怎么会有人想要你的命啊？我已经报警，警察查过。我还要弄死你！